完整的那种。真的假的？难得哈，这次我网络不好。没有全部人哦，也还有三个人哦。啊、哦，真的假的？因为刚刚只有空叶在跟我聊天，然后我还以为一切正常。然后其他人只是想突然闭嘴了。我觉得应该是我的问题，是吗？可是其他三个人没断，很奇怪。天选之人自己讲。但是阿鲁纳奇的许愿瓶跟真情告白专属聊天室，我们刚刚聊了一些秘密，秘密。对啊，我妈通知我了，所以我就换网络了。现在聊人告白气球。哎哎，匡彦，那是秘密，不行，不可以跟他说。你是 VIP 哦， VIP 才能留着，不准讲哦，你讲了你就完蛋了。可能有隐藏操作，一键全体。然后我手根本没碰到萤幕。哈？哦，真的、哦？可是我妈跟我说全断。我都有听到，但有听到的人也不可以讲。我没关，是网络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会被杀掉。想知道的握手会和合照会，对，很会讲话。谢谢保罗，他都喜欢你。私讯一下也不太好哦。你们不给我人权了是不是？他说你我没有说日文没教好。哎，算了啦，白照，这样怎么吃？这女生都买了还不说。那个你可以私信志宏，同时间没有其他成员，你们可以在群组啊。怎么样？老了？嗨，郑怀。他说他跑得很烂，对。啊，你要一起吃吗？对，一口三片，哎，好啊，干啊！我看一下，这遥控器在我这边。现在我家里有两个人哦，两男一女，那叫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谁还在你的直播间，酷吧？就三个人。哦，你没有在群组，太可怜了吧！赶快把他加群组。哎、欸，我算了一些栗子。啊，是栗子吗？栗子给你。我要自己请辞了吗？不是啦。哎、欸，都，快点谁？快点谁？渐渐，赶快把他们加到群组里。狐狸群啊，狐狸群，干嘛？你那位置给他坐啊！你干嘛自己一个人霸在双人沙发？那毯子上面，干嘛不坐毯子？这边是最脏的地方耶，因为我鞋子都没有，我鞋子都想往那边踩。你没有用 LINE， 连裙子都不知道，没关系。哎，栗子好好吃哦。我要拿床上，你坐坐椅子。不要，那你坐这边嘛。
那个谚语先生，你看到你，我多少钱？100。好，这么贵。我只帮你写作业，没有真的交。It's okay， 我真的很感动，谢谢你。一键全体警告，没有这个功能，好不好？好。你等一下没有事吗？真爽！用那私讯给我，大家听到了没有？赶快加一加，不要再拖了。哟，鳄鱼，渐渐真的很认真，感动死吗？虽然不知道感动是不是这样子。你有没有200可以找我？我的晚餐越来越贵了。加啥？加群主啊！可以讨论我的坏话，你们可以讲我的坏话，因为我不在群组里。哦，你刚现在晚上早晚都吃就好了。我摸摸一下，什么时候就公布？没有，好不好？好啦，有啦。没有，我没有那么 free。真的没有那么 free。Hello， 加个喜欢我的就加群组，不喜欢我的就随便你。听不到背后里，我们都在怎么讨论怎么爱你屁嘞，根本就没在讲话吧？我猜。哇，一次背那么多个，哎，下次玩家越来越贵，没有啦。我还以为是运动会秘辛，没有这种东西，太打爆，太硬子弹，太轻。你们上两人三角的时候，我跟贤弟就互看一眼，我们就说我们一定要比这个项目，然后结果我们默契超差，完全走不动。你是虐人狂。吸管那里，他要进去了，不，这样我要想办法。他夹住了。夹出来了，这吸管也太短，看你夹嘛，看你们跑，我昏倒了，对不起。你刚才不可以玩游戏，你知道吗？我知道，玩够了，超无聊的。没卡，哎，真的假的？又卡了。陈生，你网络好吗？现在，手机的网络，125趴，你设定在哪里？我要再换个网络。不是，是我该道歉，都只有把啊，因为如果用直播交的时间会不会太短？看一下啊，所以现在可以吗？还是不行？现在是个人聊天室吗？好啦，我换网络，换网络。你有开个人热点？我来了，我换网络，等我。躺在那个，没有吧？看，网路被你入侵。哎呀，那你过来嘛，你这样子就拍不到了，你躺在那边还是拍的比较到，拍的比较到。你不要去搬那个搬，把那个掉到床上哦。哪个？我那个把它扣扣拿上来就不错了。
这不是重点，你不要在床上给我吃那个。它会掉吗？会。让你躺这边。妈。比较顺哦，你的 WiFi 不错哦。睡啦。睡啦。白菜晚点喂。这个。哦，难得哦，你家养东西吗？没有。他喜欢摸背，你可以摸摸摸，帮我摸摸他的背。你可以问他吃饭。问他是小鱼干。嗨。对呀，我在想睡，没有这种东西。那里，不是绿色那一袋。买口罩，你买口罩，这个先不用。哎、欸哦，我帮你问吗？你那个朋友，欸、你那个朋友有啦。你那个朋友是陆军，有人的兵吗？就新兵，新兵。这边的人一定都当完兵了，可是他们年代可能比较不一样。小帮手是谁啊？我某礼拜六有看到一个人在二楼跳舞吗？好像有哦，很多人在跳舞不是吗？忘记谁跟我讲说很可爱的。陆军炮兵，他是陆军炮兵吗？他是刚进去。刚进去不是陆军训练啊。哦，陆军还有分炮兵什么什么？想问兵的是哦，因为我朋友最近有一个暧昧男。然后他想要帮他问，就是当兵需要带什么。然后我们明明就是问教官，然后教官就说什么都不用带，去里面领就好。然后他就保养体能，就是有需要带什么，有分兵种啊。他是哪个陆兵？然后什么？哦，他说刚进去还没分。我觉得这里还没当兵的，真的假的？保罗嘞，对耶，他不是他，可是他是海军不是吗？带钱真的哦，你要给他钱啊。他说里面很需要钱。什么叫这里的啊？真的、哦、加入感谢哦，朋友自愿意，其实就做保养哦，炮台保啊、哦、对，忘记谁有一个是做保养的。哦，陈一栋，对对对，他是炮兵啊。他说他是什么班炮，然后他说你要帮他带脑袋。哎，他可以带我过去。真的先不用。就好像他还帮他买什么笔呀、啊、立可带啊、资料条，那当兵会用到这些东西吗？当兵就都写一些资料啊。好。你的粉丝很多高中生，难怪，难怪。姐姐好，姐姐好。哎，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我的学姐。今天我就是让老师跟我说，哎，同学，不是他说同学，他说他叫我名字，然后他就说，哎，你知道有一个学姐，她前几天跟我说有看你直播，然后我说，可以先不要吗？对不起，学姐，可是我真的不习惯我附近的人看我直播，这样我也很尴尬。我吸个油，然后老师就说：“哎，我很想问去哪里看的。”奇怪，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在现实动态说我在哪里直播？就是因为这个，我怕有不认识的人搜我的名字，然后就来我直播这边，我就不想啊。边界，对啊，很边界。我可是有跳炮操跟下基地打，哇，大吸个油，打死大吗？学姐好，
真的不要这么 follow 我，我真的不好玩，可以不用 follow 我。反正别不长眼，不长眼。哦，叫他正常一点。哦，对，不正常。对，你叫他不要那么白目。他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他还被抄到死哦。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你去上课的。对啊，不要资料夹。他说要填资料。哇，没有没有，不用资料夹，笔呀。他说带盘洗用具跟内衣裤，你要不要买内衣裤？我好像走了。你可以帮他买那个啊，那个盘洗用具篮。那个它好像里面是爸爸铁钢哦，钢。哦，对对对，钢的。在海边打沙滩哦。我帮他买发热衣。发热？哎，你们觉得需要发热衣吗？我真的觉得不需要发热衣。真的需要吗？当兵真的不要白目，可是他喜欢那个人很白目。对，超白目。后面是某个料理节目吗？哦，对耶。都可以啊，哈！不打情不打懒，专打不长眼。哎、欸，他就是不长眼的那个。我惯习，对不起，我习惯念盘。我就是一个爱你的路人，看到你很难不入的。你是学姐是吗？你们的升学也太早，我也不知道哎、欸。干嘛？哦，加油！还发热衣穿在不要身边。他说新竹当兵的话要带，是在新竹吗？金六杰，宜兰，哦，在宜兰诶。现在当兵已经很轻松了，反正有事找副啊、嗯。当兵穿，我也觉得很问号，到底为什么要买发热衣啊？当兵是几个？现在都是四个月，就是我们还可以两个月两个月分开档。不用啦，我朋友哦，真的、啊，是哦，反正我觉得他真的准备太多东西，好像很不必要。金六杰，嗯，他是新兵啊，需要关照吗？这样你的朋友是比较高官的吗？是不是还可以选择？反正好像不是要搓吗？现在衣服是吗？哦，好像不是这原因。我四个月冬令营那一样，可是我不知道他回新店了没，好复杂、哦。希望当兵时间能缩减。90后，哎、欸，你们也太夸张了吧！我们教官说四个月就已经很短了，而且在里面也只是做一些清扫什么，就很轻松。就如果我需要的话，我是觉得好像可以去体验一下。服务应该真的带大脑就好了，我不知道，等一下再问他，他应该也不清楚。他很笨，他说他想要在他当兵前，然后去跟他告白，好青春哦！天哪。希望他成功。朋友进去比较久，老鸟总能保保菜鸟。别想太多外面的娱乐。哦、嗯，哎、欸，我有粉丝的朋友是在里面当兵的。现在。对啊，他说他虽然不知道有没有到新店，他说需不需要关照一下。嗯，不用。哈哈哈哈哈。被骂一顿。嗯，不办啊。发热衣可以的吧？他说发热衣不用，反正也是要积累在啊。我买了耶，四个月，对啊，四个月一下就过了，是嘞。晚上会不会很冷啊？不会，用不着您操心。他为什么长这样？我第一次吃福盛庭外带。哎，他可以把垃圾拿去丢吗？哎，把垃圾拿去丢。咖喱的哦，怎么很空？四个月根本不知道去干嘛，但一样肚烂，肚烂是什么？他有餐具吗？有附吗？
是吗？菜。我们这是什么鬼？是咖喱饭，咖喱吴胜廷的咖喱鸡。这什么啊？为什么要上鬼片？他跟鬼片合作。啊，他那个上那个电影院那里看看早场的。谁想看早场？早场就那家，因为我最近有。反正哎，好久不见嘞。我跟你说，花乐怡。那除了义务兵，还有常备兵吗？问，我不知道。花乐怡买好包准送。是我的吗？不太多了吧。是 PIG 吗 ？PIG 是什么？哦 ，pig。不是啊，这个是沙拉。哦，还有布丁哎，赞哦。哎呀，所以他带花乐怡进日本。我不要这个，这个好臭。那个都是陈一真的吗？这都是我的。没有，那豆腐是我的，还是放的？我叫豆腐，你没有叫吗？你有叫吗？有啊，跟我是一样吗？嗯。哇，真开心！手机会管控真的不适合，还要想办法天天练。巴乐一，他就说不用巴乐一，你不要再想巴乐一，你就不要送，很多余。他收到可能会觉得很傻眼，要巴乐一干嘛？要巴乐一。真的不要发而已，我都买了，我三刷，我没有三刷哎、欸。哦，有运气。不要标新立异。可是方、欸，希望他会听话，晚餐吃起来。可是晚上睡。他们说不支持当兵前告白、欸。为什么？他说手机会管控。没有啦，表白心意而已。他说表白心意而已。就是，对，我们见不到面。他说见不到面最好，因为不尴尬。你是这是抱持了被拒绝的心态才来这样，不要这样。发热衣可以晚上穿啊。真的不用。为什么要拒绝我的心意？他说要的话建议在新训后，他现在是新训嘛。对啊。那你新训完再告白。那发热衣。不要再提发热衣。我现在提到注重发热衣，我都买了。我跟你讲，因为有发热衣，它放在里面，会觉得那包礼物比较有价值。好青春，对，好青春，受不了。谢谢胡月竹的用口罩，我学弟弟吃的，当晚就，真的假的？所以不能当兵哦，太酷酷了，兵变。我不会兵变。而且当兵里面的长官放假哦，玩一些东西，玩一些东西是什么？懂了，我们叫秋衣秋裤，对对对，就是你们所谓的秋裤。新的发热衣。懂了，我们叫秋衣秋裤，对对对，就是你们所谓的秋裤。一个猪。哦，餐具。餐具，我这一个啊。你家是不是有？有啊。要洗对不对？冲一下就好。大家有。这里发热衣不行啊。不管。是真的会发热的衬衣。衬衣可以啊。是睡衣啊，我没有加。我没有让他当兵的时候穿，我知道当兵穿很热，是晚上睡不下。我知道啊，是不是不太需要？他棉被够暖。他们都说不要在你当兵前，你不要发热衣。不要。你看，就跟你说被拒绝。差点被我丢到海里，搞得没人会死一样，真的。就失败，兴趣人生黑暗。没关系，现在是女生要告白。这样很好，搞不好如果你告白，然后他去当兵，那他里面想的人就只会有你。我该开心还是该难过？好事啊！我知道，我先真的不要花钱在男生身上，他们不会善待你的好意。他说你在交往前花的钱都是白花的，交往后就把它全部讨回来。他说交往后全部讨回来，重点是里面的长官哇这么好，结果里面有女兵啊，狙狙，我没有怂恿。
猪排酱，有猪排酱，没看到。它蒜酱的名字，打一点，一点猪排酱。哦，臭臭的。长痘痘，不是痘痘，这不是痘痘。Hello， 国王。渣男们的劝告，没有女朋友就不对、当兵就不要有女朋友，海军比较超安全，没有有美人鱼。现在是在吃播中，没错，就很自然的就突然有食物，然后就开始吃起来。不要不承认，我知道你们偷偷喜欢很多成员。豆腐要淋外淋咖喱。我要淋咖喱。要多一碗。豆腐干嘛淋咖喱？就是豆腐淋咖喱是什么？什么样？哎，你们要不要吃豆腐？你以为有三种咖喱啊？我们又有咖喱。偷偷喜欢，没有啊，不要再指定自己没有，好吧？哦，这个也超好吃的，你看，拿分你们吃，等我先吃。对啊，你怎么自己出来躺枪？都还没说呢，你这是对号入座。他在救赎你们。好，这豆腐真的是每次吃必点。我是小迪，推出去，这里不适合你，这里没有长得像小迪的人。一款一团一个推还差不多，这样还可以。我们成员都有私底下讨论啊，就是哪些粉丝，就是我们那天合照运动会完合照，然后穿上 Daisy 的衣服拍张照，然后马上换 Sakura 的衣服再去 Sakura 拍照，唉，真的是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这样的人，应该没有吧。ID 是什么意思？这个不错，叫你朋友不用带。我推两个，某某还有柠檬汁，哎，不错，这个不错。叫你朋友不用带手电话卡，里面现在不是投钱就好吗？而且没合照。我就压橘子，真的。当然，我一开始就觉得应该要压萨库拉，那个真的太难比了。那是沿用上一场的。豆腐，它叫和风豆腐，蘸酱，哇，小五你很有胆哎，出去！不是偷钱，明知道还要叫我抢。没关系啊，因为我就在你后面了，没关系。我从始至还敢讲，还敢讲，大家都出去。真的可以压傻哭了。小五，你每天都还这样跟我讲这句话。其实我想问是什么事那样戴帽，因为我没洗头。
浅显易懂的问题吗？明知道为什么还要问？你在哪？我压哪？嗯，好像不错。那偶像会点进粉丝的微博？会，我跟你说会，大家很关注粉丝，超级无敌关注，就可能就今天这个粉丝标他了，然后他就会点进去，然后顺便滑一下他的内文之类的。不用对不起，没洗头卖着帽卖着帽子，不会啊不会，很舒服。哇，三组都压，以后还敢发现的，会被抓到，我是真的会。不然就是。自己贴文下面的粉丝留言的话，都会点进去看一下，这样子，这是很正常的吧？就是暗部的粉丝，那你有留言吗？有留言就会中标、哦。而且我算不常查水表的人，我其他人超级常，因为他们甚至都是哎，那个粉丝跟那个粉丝，他们都知道粉丝的八卦。然后有时候就想说，哎，你怎么知道那么多？然后就说，有些粉丝会去私讯告诉他们。不会啦，对，就是真的。还有所私人也不知道我本名，本名就叫新人店长啊。留言应该不会被留意，没有啊，不是那种特别留意的才会点进去。就刚好看到，就每个都点进去一下。应该是只有你，对，只有我。因为其实我也不好奇。感谢菜菜女神，哇，那个国王是不是进错房间了？菜菜是谁啊？对，我以为去看 DC 啊，其实偶尔。你有挑染？是的，我有挑染。哦，你是全品啊，酷哦！那如果一个长时间推某某的粉丝点进 IG 换句话说，不会吧？那代表我魅力不足。该走的会走，该有的会有。会生气，应该算是会生气，不会难过。气那个粉丝怎么那么三心二意。花枝招展，水性杨花。只会针推哦、嗯，只会针推哦、嗯。杰哥，我刚刚看全屏还蛮好玩。要很多钱钱留着，对啊，你针推那你不就花更多钱？没地方放，等一下喝。对啊，谁对粉丝好就去哪边，然后就把之前他对你的好全部忘记。但我不是，真不要哎、欸。
等你单推你就知道单推的好，单推是一个非常省钱然后又可以让他快速注意到你的事情。妈妈就哇，像你们里面两个，就像我说，嗯，小心点这样，慢慢放下去。超好吃是豆腐，炸豆腐。但妈妈一直呛我，等下你有推我吗？我怎么没有发现？因为本质钱包就小小。好哦。我就没有单对，但我还是就知道看到了。我好像很少出现在那种推很多的人的上面，上面都没有我的名字，并不会比较省分散的。好、哦，也是哦。通常还是会选一个最喜欢的吧，三个偷偷推，我是其中一个吗？懒懒都变少，看别人吃就好哦，可以接受，骗人的赞。我不需要弟弟的爱，我不需要。哇，你们真的是很善变的，在谁的直播就是喜欢谁。刚才妈妈正在聊天，酷啊酷！他现在不是弟弟，弟弟很厉害，我说弟弟算是一种认证了。我只是渣，可以啊，渣可以。哈，我直立被抽完了，太酷了吧！我觉得我运动会照片超好看的。然后什么是偷偷推，不能光明正大推。嗨，小星星 star， 走了走了，为什么？日文小老师还不错啊。大众喜好度。可是成员都说我是大众喜好，可是相信跟臭臭，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弟弟说好听点就是相推，弟弟不是已经很好听了吗？卡七，卡七是什么？卡七。啊？卡七。卡七卡加。啊，我呢？是啊。这已经很好听了嘛。嗯。圈外的喜好度，对，大家是这样讲。
你说我喜欢真实的恋爱感吗？不然还有虚假的恋爱吗？把偶像当成接受是不是？啊？卡奇。其实我们成员讨论过很多次这样的问题。其实基本上大家是不太能接受，因为就会变成，就比如说这个成员他喜欢的偶像是男性的话，那他就不想跟不敢跟你们讲，因为他怕被骂，就会觉得很问号。那个我们称为男友粉，是这样讲。虚假，我觉得你们自己就是喜欢我们可以，可是就是不要因为就是说哦，你为什么喜欢那个男偶像？你不爱我了吗？这种解释我们就会觉得很恶心。讲啊，有什么好不对啊？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就你凭什么那种感觉？谁骂出来打球啊？对啊，打球。如果是帮女生剥虾，当然有。帮女生剥虾有加分，虽然我没有很爱吃虾，可是如果不熟的话会有压力，这有点夸张。就你为什么不爱我了之类的，然后就觉得我没有爱过你那种，骂的当球，酷，吃醋，对啊。就适当一点，我很开心有人可以问我这个问题，这是粉丝的一个，对啊，我知道啊，就我们没办法控制啊，所以很多成员就会尽量让自己表现的就是不招募男友粉那种感觉，像韩寒、小迪这种就比较容易遇到男友粉。这超好吃，那上面什么芒果？对啊，就酱。你就不会？对啊，我好像没有男友粉。你们都是正常的粉丝。那个人物不要过度，对。那你一般的喜欢当然很正常，可是你喜欢到变态程度就不太好。我听到有人叫偶像老婆，哦，真的，这个还好。你们知道有一个粉丝是妮妮的男朋友还是老公吗？我当时看到他密我，我觉得超好笑。明晶啊，明晶男友粉是吗？明晶这么可爱，他怎么会去当男友粉？赶快从那个世界退出。情绪勒索，对。我很讨厌看到有一些就是有些成员被粉丝弄得心情很不好，然后我就觉得你为什么不要直接讲，这样子我们看了也很不舒服。但叫老婆是蛮常见的，就其实这个还好，就是一般的话。就比如说也很多人就是在高中的时候会说就是韩国哪位明星谁谁谁我老公之类，这种还好。哦，蜜妮什么我忘了，不重要，没有很重要。谢谢安德纳奇的猫空缆车。韩团的对女友粉这个还好吧，就因为韩团他们喜欢他们的人太多，就多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哎，他怎么会去当男友粉？他爸爸啊，他爸爸是吗？小迪会让人很想保护吧，应该是吧，好好保护他，不要再说一些让他不爽的话。我不是奶油粉，对吗？你看，都只有我老婆，随便你，小我去吧，不重要。
坦婆说哪位明星谁谁谁我老公，我这种还好，左一口右一口喝完，嗯，这什么我没看过。对啊，很少人当真，可是那种当真的人就无法，开玩笑当然是可以啊。而且重点是还有很多人是那种已经有家室的人，然后每次你遇到这种粉丝，然后又说什么，就是那种男友粉的话，然后就觉得他老婆跟小孩他是放到哪里去了，他怎么会这样对我们这样子讲话，他又是我婆，不要跟我抢，我上次在话语霸权。先不要 PS 是哦 OK， 你拿去，大家要学会说话的艺术。哎，又是默默，哥有家室的注意点。有人就不是在说你在那边，对啊，他们不要太当真，是没错。哎，真的很好吃，意外的好吃。你知道有家室的男人才是小，对啊，可是应该当成是因为喜欢。可是他把他变得好像就是我们是他养的小女友之类的。钱是不是歧视？没有没有，并没有。我们当然知道那种财力比较丰厚，不是，你不要让我讲错话，就是。你懂吗？嗯，对。剩下奇异这首，就是说我们也会帮你的老婆着想，就是那个言辞可以再控制一点，不要那么激进。角色扮演一下一日女友的恋爱模拟，一日女友是一日吗？高中涵，你等一下会去到有垃圾桶的地方吗？说，可以绕一下，因为这个待在我家一天，它就会臭死。垃圾桶。那早就没，有哎，真有，过了过了啦。没有，差不多，现在40差不多了。还来得及吗？他来的时候已经有一半了。而且是好像又要有一半，算了啦，要吗？不要吧，要吗？看看吗？对啊。认真。认真啊！先去看楼上有没有人。吃完了没？吃完了，可是。那豆腐没吃。哎，谁没吃？是谁？没吃，你没吃对不对？我吃了。你没吃。我吃一个。你们都吃一个而已。你自己。不要不要，我不要了。太可怕了。各种男友粉话语霸权，不准在我这里，不准出现男友粉。我没有叫人家大号色，我没有。我就不喜欢吃的留在我家过夜嘛。你就不让人家吃饭。垃圾里没有，就是那种就是外卖那种东西，几乎不会待到两天。这些都不要。哎，我听到声音了。哎，可是你那有那个垃圾袋呢？对啊，垃圾袋一个。那里。我在做，我现在很急。我如果出现在上面，出现在上面哪里？你的手机上面。哦，没关系。干嘛你就挡住？日文老师可以吗？什么日文老师？吓死！干嘛赶人家一边来？哦，我就不想要美。打我啊！好饱，超饱。我知道男友粉这种东西，男友粉叫这种东西。朋友也很难当，没有啦，给我妹。老师男友粉，这又是什么？就如果你觉得自己是男友粉，可是我又觉得你不是，那就还好。这个老师粉很 OK， 很 OK， 最赞了。这个老师粉超赞。等一下，他们。啊，他们
罐子带来那个啊，那个豆腐哦。我礼拜四要自己倒一次，刚刚礼拜四我只播一个小时，我要倒垃圾。哦，受不了！礼拜三没有垃圾车。嗯，嗯。哦，那个垃圾哦，这种东西用词好一点，这种牌子，这么派。我想说，默默穿新制服很好看，新制服。啊，你说的运动会那个吗 ？Mono， 你觉得你有男友粉？我没有吧，应该是没有，我看不出来。如果男友粉，我就 ban 了。那用词用，因为男友粉一般来说就是用词很恶心，像你那个粉丝啊，我已经 ban 爆了，我就会 ban 爆，那真的太夸张了，好恶心，这不是我，那真的很恶心。可以把垃圾拿去烧，不要。然后还有。到底怎么想好我们未来女儿儿子的名字了？然后还有，到底怎么从当兵什么当兵？梦之路的制服，好谢谢。然后还要说什么？他说哦，然后你好像去了一个地方，然后他就说，你一定是在为了我们的未来去看我们的新婚场地。啊 ，what？拜托不要 ban 我！对啊，我觉得 ，Oh my god， 没有原因，选五十号没有原因，就单纯因为我喜欢五十，请不要那样子说，谢谢，真的谢谢。那些韩星我才不会啊，我们又不是韩星，对不起 ，no ban me， 好哦。你竟然听到成未来儿子，对啊，受不了哎、欸！真的不要在55，真的不是，心里已经把男友粉踹了几百次，根本一直在嘴爽，有事吗，弟弟？真的很夸张，今天开始我就改成那样留言，哪样留言？为明天接吻服装，全团最真的为明天的接吻真的很好看哎、欸，听五十大段，这不一样哎、欸。人家太有事了，不要，不要消费我，在那边消费我，我要擦口，我的口，口红，什么号码？再怎么样都不可能是五十来。我的意思是，变得很红的时候根本没有，啊，我们现在没有很红，就还可以管啊。你跟迪友撑起来的他，撑起来，撑起来是什么意思？你的用词激怒到我了。但五十还是五十吧。大家一定要讨论这个问题吗？你现在是在伤害我。即使你五十，我也是听五十的吧。但希望你再这样子讲，我真的要把你踢出去了。谢谢阿花的枫叶，肩膀才不是。